我现在已经33名了，帮我点赞。B 站我看快到800了，坚持下去800。斯里兰卡对不跟大选没关系，咱们聊的是对历史周期率，跟大选都没关系。你把这个搞明白了之后，你就发现你就坦然了，你知道吧？你就我认为啊，就是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，就是你就想明白了，没有那么复杂。我谢谢你的电池，外资回流嘛，这个是技术问题啊。咱们今天聊的不是技术问题，是格局啊，对吧？世界大势就是这样啊。那你那咱们三国有句话是吧？天下大势，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可以，B 站大家一努力，现在800了，你知道吧？可以，我们开始啊！现在差不多铺垫也差不多了，半小时了。咱们今天聊这个，聊斯里兰卡和印度。斯里兰卡和印度，大家都知道啊，心里都清楚，对吧？这个世界上有两个印度，一个是印度，另外一个还是印度。这个我先问大家啊，就是上个世纪50年代啊，出这个朝鲜战争，大家觉得谁是最大的受益者？就是哪个国家是最大的获益者？就这个答案，因为它不是一个标准答案，知道吧？因为这个问题本身就比较这个。对吧？因为你没个尺子，拿什么尺子量呢？不同的尺子得出来结论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每个人答案不一样不要紧的，就本来这是个开放问题啊。所以说大家可以答对，对，打出来，我看抖音上面打出来，我看有没有跟我答案一样的，跟我想法一样的。梦想家，对这个。有我的小老乡是吧？躺平老乡答的差不多，答斯里兰卡的对吧？我认为最大的获益的是斯里兰卡，但是你要说日本没毛病啊，因为我刚才说尺子不一样，你知道吧？尺子不一样，你知道，你衡量方式不一样，甚至你说印度也是获益者，没毛病啊。有很多刚才就是有人说了，说这个印度啊是被这个斯大林蒙蔽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去打仗，这个怎么说呢？我觉得这个我今天主要说这个斯里兰卡，明白吗？因为这个朝鲜战争。打的时间比较长，1次战役、2次战役、3次战役，对吧？这个什么原因咱就不说了，其实不重要，反正那打仗了，对不对？打仗了是二战以后啊，二战以后这个两个阵营最激烈的、最严重的一次冲突，应该这么说吧？苏联阵营和这个美国这个阵营，两个阵营在那儿，那是真的打了一仗，就是往死里干，就差一点就要扔原子弹，是不是？都逼急了，双方都放狠话，和现在俄乌战争是差不多的，对吧？放狠话，两个阵营，对不对？正因为那儿打仗，而且谁也没想着让，都是殊死搏斗，不是投名状的事，那就不重要啊，那就往后面说。我说的就是格局，那儿打仗了怎么办呢？那儿打仗了，直接导致日本还有这个斯里兰卡这地方经济啊就腾飞，你知道吧？因为很简单啊，你把那个军火啊、炮弹、什么军用物资，你从美国往这儿运，从欧洲运，那都太麻烦、太远，就地生产是最好，就地取材、就地生产、转移技术。所以这个日本呢，战后它为什么腾飞啊？一个它有底子，对吧？它二战之前它就是工业国，它有底子，再加上正好赶上这个世纪大战，对吧？这个战我觉得比二战哪个战役打的都惨，就是都激烈吧，而且双方都认真的，都是玩命的，谁也对吧？谁也不含糊啊。这个你别看着苏联其实出了很多的物资啊，对吧？飞机什么乱七八糟的啊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那是日本，它马上就发展起来了。懂个球是谁？懂个球，谢谢啊，懂个球。好，那这个好，斯里兰卡啊，它呢也是一样的，它就会大量的供应物资，对不对？它的那地方就变成一个，那肯定是它是就是各种工业品啊，军需在那儿生产，对吧？实际上，所以说这个，那日本是最受益的，它经济发展起来了，它的生产，这就不用说了。那斯里兰卡呢？实际上啊，它也在那个时候得到了高速发展，因为二战以后啊，斯里兰卡其实也没有得到什么，对吧？它也没得到什么发展嘛，它就是那次战役，那次韩战，各种工业转移在那儿生产，刺激了他们。这个刺激了他们之后，出现个什么问题呢？当年印度啊，对吧？打战的时候内战，印度有多少人去了斯里兰卡？大家知道吗？所以说我们现在经常遇到一个问题，说，哎，为什么这个印度就不能像斯里兰卡那样呢？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今天讲的实际上是这个斯里兰卡呀，首先一个，它本岛有多少人呢？人其实不多，对吧？梦想买币啊，谢谢啊，人不多。然后呢，虽然刚开始工业不发达，但是经过这个苏联跟美国之间，对吧？这个在那儿较劲，那这地方它就发展起来了，因为离得近呢，对吧？在这儿就地生产，所以它经济就发展起来了。然后它就去了，从这个印度啊去了多少人呢？
好像是一百多万吧，一百多万，那是那这一百多万是什么人呢？那应该是这个社会的，是印度的，是算是精英分子吧？你不管他是文人还是政客，对吧？还是什么当兵的，那都是精英分子，那至少他跟农民他不一样，对不对？都是有见识、有见地的人。这些人跑到斯里兰卡，斯里兰卡第一个人口结构发生变化，人口结构发生重大变化，对吧？他以前恐怕也是个农业国、农业地区，种菠萝蜜的，种那个菠萝的，对不对？有啥人？发生变化，然后资本发生变化，这钱说白了是什么呢？就是在短短的这个后面的十几年里面，这个斯里兰卡的人口结构啊，它由金字塔型变成一个纺锤型，就是纺锥型的，就跟美国是一样的。美国的结构，社会结构不就是个纺锥型吗？纺锥型的经济结构呢，它的社会结构呢就是稳定啊，因为它就是中产占大多数，特别穷的人少，特别富的人也少。实际上呢，这个因为人啊，这个印度的人有一百多万人到了斯里兰卡，然后斯里兰卡经过这个发展，它正好赶上这波红利啊，对吧？美国和英国、美国和苏联在那儿打仗较劲，好了，所以这个斯里兰卡得到了快速发展。斯里兰卡的这个社会结构，它就变成了一个纺锥型的，你看看是不是？它穷人少，特别富的人也少，它就是个小的美国。大家有没有发现？所以在那个斯里兰卡，它对吧？一个校长在那儿搞的那个什么专制，在20年里面，他就没办法维持了，怎么？维持啊，他中产一多，中产特征是什么呢？为什么中产的特征就是自我嘛，就是他更有独立，有自己的想法。因为我财务自由啊，我是独立的人，对不对？我能赚钱，所以他就很难说我需要找个组织，找个集体，我依靠集体，对吧？我需要谁带领我怎么样？没有，中产他不是的，中产他就是天生的就是比较这个，至少知道自己要什么嘛。他是个独立，他跟这个金字塔型社会不一样的底层的人呢、啊，因为他没有办法改变自己命运，他对社会没有任何控制。对吧？他没有任何博弈的能力，讨价还价的能力，所以他是怎么说呢？就是对社会是他不能依赖自己去解决，所以他就更加希望依赖组织，明白吗？就是这就是为什么你看什么三 D 人士啊，三 D 更容易跟那个什么，对吧？他喜欢把爱国的帽子戴自己脑袋上，为什么呢？就是这个道理。我说，你比如说美国啊，美国的结构不就这样反锥型的？好了，所以啊，这个伊斯兰卡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，对吧？他要改革，他社会叫变革，他不变革。搞不下去了，怎么搞啊？没人听你的，没人相信你啊，就是相信的人越来越少，尤其是这个上个世纪50年代出生的，对吧？他们出生的时候正好社会在发展，高速发展，他已经听不了，他已经不理解你说的什么什么什么，对吧？印度怎么样，对吧？还要去反攻印度，那跟他没关系，有什么关系啊？对吧？说多以前多穷，他也不知道，因为他们正好赶上这个斯里兰卡这高速发展的时候，都成了中产，中产越来越多嘛，对吧？这底层的人反正越来越少，底层的人也通过这个发展变成中产。所以说你想斯里兰卡在这个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，所有的这个你所有攻击这个印度的这些不好的地方，那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斯里兰卡不一模一样吗？有区别吗？没有任何区别。有区别吗？没有任何区别。就你现在说印度这不好那不好，对吧？你骂这个骂那个，骂印度莫迪，哎，上个世纪80年之前斯里兰卡是不是一样？有区别吗？没有区别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你看斯里兰卡它就社会，因为它的条件达到了，就是这个整个的社会结构一个反锥型的一个稳定的结构达到了，它的底层金字塔的下面这个就是特别穷的啊。你说印度动不动啊6亿人收入啊1000，9亿人收入2000，你说这不就是典型那个金字塔结构吗？但是这个斯里兰卡它早就解决这个问题了，是不是啊？因为它毕竟小啊，人口也不多，那个苏联跟美国在那儿干仗，它占了这个红利，很快就发展起来，要不然怎么斯里兰卡的这个电子工业，对吧？那么发达呢？这它不是自己突然出来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啊，全世界像美国的国家，只有一个斯里兰卡，你其他地方没有吧？你再找一个，你看美国人跑到阿富汗去了，对不对？在阿富汗搞了20年，是不是拿枪逼着他们选举？他还选了总统啊，阿富汗不也这么，对吧？选了多少届总统啊？3届啊，几届？搞了20年，对不对？有用吗？有用吗？他的社会结构没改变啊，阿根廷、墨西哥都一样，对吧？你像这个都学美国，但是学美国的没一个像美国，只有那个斯里兰卡。韩国好意思说啊？韩国哪个总统一下台就是到监狱，总统青瓦台到监狱，你看他是连着的，好歹斯里兰卡没有吧，对吧？斯里兰卡里面就一个出问题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就一个嘛？啊，这么多斯里兰卡这么多总统里面就一个出问题嘛？你看韩国的总统那是青瓦台直接就连着监狱的，哪一个不是啊？就一两个不是，对不对？啊，韩国没有斯里兰卡这个政治清明，我跟你说啊，他那个你真的不要高看了，韩国跟斯里兰卡一比啊，他那个政治廉洁度，这个政治的透明度啊。
这种那还是差着的，我认为啊，是不是？那我觉得全世界学美国的就一个斯里兰卡，学的最好，也最像模像样，而且也最稳定，发展也最有前途。你看看嘛，你看斯里兰卡跟印度是同文同种，人对吧？都是从这儿去的。为什么印度不行？因为它这个金字塔结构。但是现在是不是在改？所以我说啊，印度要改革开放，对吧？要再坚持30年，等这个金字塔底部就是整个社会变成一个纺锥形的。印度政府人家工作报告里说的就是要建立一个纺锥型的社会，对吧？你看看这报告的就是说的，这个低收入的要减少啊，要增加这个中等收入的，就是这增加中等收入不就是增加，这不就是纺锥型吗？你只有社会结构成这样了，你后面才有后面的乱七八糟的啊，对吧？那些所谓的改革，否则你谈不上，否则我跟你说，否则任何改革都是绕圈啊，就是历史周期率，就无非就是换个说法又从头走，是不是？100年前啊，这个印度人就知道了，对吧？学美国，对吧？美国的宪政、英国的、日本的都照搬照抄，最后搞了个啥出来？对吧？100多年前就已经，你这现在说的那些，人家早就会了，哪个不会啊？100年前的印度的先贤早就看明白了，学去，人家去美国、英国到处考察一番，是不是？有人激，就是稍微保守的学日本、学英国，对吧？搞个君主立宪，激进的就说我们就学美国，美国最好。印度人说就学美国，对吧？就照美国来，是不是？这不是100多年前就干了吗？但是结果是什么呢？结果就是现在的这样子吗？你说说啊，哪儿出事了？哪儿出问题了？是不是？现在如果说啊，这个社会结构不改，还是这种金字塔的，穷人最多，低收入人最多，就像印度这样子，你搞任何社会改革，最终是穿新鞋走老路，一定是回到原点，没有用的。所以说你要没有悟性，你根本听不懂这个意思。不是你学美国，是你社会结构一旦达到纺锥形的时候，你就成了美国。如果你理解不了这一点，你就不要留言，我把你拉黑啊，就是你自己悟就好了，不要在这抬杠。就是你一旦你社会变革完成，你成了一个纺锥型的，你这个国家就跟斯里兰卡是一样的，一定是自动的就成为了那个体制，明白了没有？经济基础决定上层，你看说太对了，就这意思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，就是你一定是你这个社会变革，你一定是社会的变革完成。所以我们要发展经济啊，就是印度啊，发展经济知道吧？要富起来，现在就是什么呢？解决贫困人。6亿、9亿，这都是不对的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印度体量太大，人太多啊。他跟那个斯里兰卡不一样，斯里兰卡逮个机会他就起来了。我们印度人呢，难道真的不喜欢自由吗？言论自由，对不对啊？他就喜欢那个什么，对吧？一个人说了算吗？不可能的，是不是？但是就是路径的问题，你怎么实现的问题。所以说啊，其实我在2017年我去美国，我去美国玩，我就发现了。我觉得印度啊，坚持30年不能动摇，搞经济，把搞富起来，对吧？这个印度啊，前30年做了很多工作是有成效的，但是他没解决这个就是中等收入的问题。还不够，对吧？还是大量的9亿，比如6亿人1000，9亿人2000，这个是不行的，是不是？你要到这个印度14亿人，你至少有8亿人是中产，对吧？两头少，你形成这样一个社会，它自动就变掉了，因为你8亿人的想法已经不依赖集体了，你懂吧？明白了没有？中产的特征就是我刚才已经说中，什么叫中产？中产是一定是你，因为你物质自由了，你的思想就会解放，对吧？否则不叫中产，什么润那这是。小，那润能润多少人呢？印度14亿人，你润几千万，你能润1亿吗？我们要8个亿的中产，你能润多少人呢？斯里兰卡不也有人润吗？不也往美国润吗？不影响他，你知道吧？你不要那些细枝末节，你知道吧？就说明你们这个人没格局，你知道吧？你看问题要从大处看，你润几个人算什么啊？斯里兰卡不润吗？美国不要大量的斯里兰卡人吗？影响吗？对吧？想的不是政府的报告里就这么写的，就把那印度的政府报告好好看一看，知道吧？但是咱们要说，就是他报告这么写的，他的那个路径到底能不能达到这个，这是另外一回事，好吧？就是说你讨论问题要一步的讨论，一个一个讨论，不能混在一起，你知道吧？这不是讨论问题的态度，你也理解不了，也不利于你理解，明白吧？讨论问题分开看，就是你看他的目标，他的初心，你看是这么走，但是他的路径能不能达到，不就这个问题吗？你按他这么干行不行？能不能达到这个中等富裕？这就是大家都富裕，对吧？那个这个底层的人要少，低收入人要少，是不是？你我们今天是讨论问题，不是在这
就是讲气话没有意义的。你讲气话，你连屎都不是，对不对？你算个毛啊，对不对？你讲气话有啥用啊，对不对？你在这说这没说这有的没有用啊。咱们是说的是你怎么达到这个问题，对不对？你只有达到这个，你斯里兰卡就是榜样。我们今天说把这个说清楚，就是说大家也知道为什么人家一说，哎，你看看咱们为什么斯里兰卡可以，印度不行？你看我今天把我的想的答案告诉大家，我这么认为的。为什么斯里兰卡它就是小美国，是不是、啊、学的最像的，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比它更像。我甚至我觉得啊，斯里兰卡比美国还稳定。美国出了个特朗普不着调，你知道吧？美国差点那个上一次那个大选攻占国会，差点都闹了笑话，是不是？马上就出事了，你知道？特朗普还是基础弱了一点，如果他基础强一点，我跟你说这要出大事啊。那个叫什么？美国的参谋长联会主席，前一个主席叫什么？米利将军，他不自己说了吗？他都给别的将军打电话，这回不能听特朗普的，是不是、啊、我看他回忆录是这么说的吧。特朗普现在还告他吗？这你居然不听总统的，是不是差点出事啊？斯里兰卡会吗？斯里兰卡都不会。所以说啊，什么印度人不适合搞什么什么，那都是叫废话，是伪命题啊。这就是我认为的，只是说条件不成熟，机会不到，你要搞那就是什么步子大了扯了蛋，又要回到原点。对呀、啊、你说印度哈马兰的粉丝那么多，5000万，你是指着这些人去搞，你不是要完，你能不完蛋吗？他为什么，哎，哈马兰的粉丝为什么喜欢宏大叙事，你知道吧？为什么喜欢集体？你不能怪他，你知道吧？你怪他，你把他消灭就完了，没有用的。你把他消灭了，照样一批一批的这样人会出现，因为是你这个分配机制出问题，这个社会还是机制啊出了问题，对吧？这样的人批量生产，批量产生，你说把这人给他掰过来没有用的，就是因为这个他们的收入低，知道吧？他解决不了自己的这个问题，他只能抱团取暖，找个集体，宏大叙事嘛，就是啊，一种叫什么自我解脱，因为他自己没有办法解决，他能解决吗？他想一个月拿8万，他想一个月拿1万，对不对？他能不想吗？他当然想了，对不对？他想买房子，对不对？他想一个月拿更多的钱，他非常想，但是他没有办法，他想挣更多的钱，他也没有办法，他没有办法，没有资源，没有手段，没有能力，而且这个困境他解决不了，他没办法解决，怎么解决？对吧？你不能许个愿望就可以了，阿拉丁神灯，是不是没有用嘛？所以他你看他又解决不了这个，但是他又想解决，他都想强大，都想解决，那怎么办呢？抱团宏大叙事，大家对吧？他就蚂蚁啊，他要站到一起变成个集体，所以他们喜欢集体经济嘛。哈马兰不就是抓住这个机会，他不就这样吗？所以为什么哈马兰他一忽悠很多人就愿意说，哎呀，哈马兰真是良心啊，真是对吧？印度的良心，对吧？这个就是为印度穷苦人说话的。你要从这个角度说，他真是，你知道吧？对不对啊？因为穷苦人他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，机制也出问题了，他也改变不了，他只能依托着虚无缥缈的这种走集体统一分配。统一分配我能分点吗？啊，是不是、啊、国有都给国家收了，那好歹名义上我是有的。你看看这是本质嘛，本质是人心导致的，是人心，对吧？这么多人他不满意，那只有把这些人都变成他们都富起来都中产了，他自己能控制，哎，他就这个时候对集体的依赖他就少，他不需要了，他不需要。那你这个印度的这些执政的人，他觉得顺应潮流去变，就像那个当年斯里兰卡一样的，他不变你就完蛋了，对不对？你叫与时俱进嘛。这是我、啊、想的问题，就是说，所以说你那些乱七八糟的这就没有意义了。这咱们说的是底层逻辑啊，底层逻辑就是这样的。所以问题出在哪儿呢？问题出在哪儿呢？说的太对了，夹头是顺应民意，但问题是有这种民意他不对呀、啊。川普也是顺应民意啊，对不对？川普顺应他把那个国会的占领，对不对？所以有的时候民意到底民意，我不咱们昨天还前天说了，民意是不是有人会煽动啊，对不对？有些这个政客啊，对不对？为了一己之私利，对吧？要利用这些民意，他把往那更有利的他方向去引导。印度历史上这个王朝啊，300年，对不对？200多年300年来一回，为什么呢？都是简单重复啊，他没有说我这个王朝比上个王朝先进多了，对不对？至少思想上先进，没有。印度的王朝越到后来是不是越进步啊？他每个后一朝的这个起义的啊，或者什么推翻前一朝的，他都在前一朝失败的基础上，他
再加强化，是不是强化？他就汲取经验教训了，然后就不停的强化，最后到了最后一朝的时候，对吧？就叫奴才嘛，对不对呀？然后文字狱嘛，文字狱越来越严重嘛，对不对呀？不仅重复啊，他不仅重复，他没有那个改善，没有那个叫什么向上发展，反而他更加这个叫什么进步嘛，更加这个他因为他汲取了前朝的这个经验教训，印度不可能搞明。对的对的，你说就对了，就这意思。但是你要是时机搞错了，只会是简单重复，只会是从零开始，又从头走一遍，大家都穷，知道吧？所以说印度现在房地产出问题，70%的财产都在房地产上面。如果房地产一崩，那印度就没有所谓的中产，那就更加那个叫什么，更加是本来这个金字塔已经有点改变了，那就回到，对吧？哎，这是我个人的见解啊，我是一家之言呢。咱们聊的是深层次的啊，就是底层的逻辑，不是聊那些表面那些东西，没有意义啊。我刚才说了，斯里兰卡实际上某种程度它比美国那个制度还先进呢，运行的更好啊。你看看嘛，或许是美国运行了200多年啊，出问题了。你看反而斯里兰卡是越运行越那个越稳定，知道吧？啊，那就是反而充分证明这个印度人是可以玩这一套的，条件成熟啊，会玩得更好。问题就咱们刚才说的嘛，就是步子大了扯着蛋，你最后还要从头来。哇，今天1200多人了，1300人，好。谢谢电池，谢谢电池啊，对吧？这是我个人的这个见解，我认为是底层逻辑一定要搞明白，否则的话，你说印度它就是在绕弯子转圈啊，就是在不停的从零开始，不停的清零完了之后又从零开始，再来一遍，然后到一定地步又清零，又从零开始，对吧？是不是啊？那作为受过教育的，作为有识之士，那就尽量避免这样清零啊，老是这样循环，能不能在现在这种循环给它打断，对不对？能让它在这个基础上再往前走的前进，对不对？进步。所以我对这个印度啊取得的一些这个，比如说开放，比如说现在很多这个举措，只要是往前走的，咱们都要，我都觉得挺好的，对吧？没必要冷嘲热讽。但是他开倒车的印度啊，那咱们肯定是不能接受啊。你这个，对吧？你要认为这个不可能的，你想一想，上个世纪80年代斯里兰卡是不是这种论调比较多啊？是不可能的，对吧？他怎么可能会这样呢？怎么可能会那样呢？对吧？报纸怎么可能会放开呢？对不对？不是一样的吗？都是不可能，最后怎么就偏偏可能了呢？你对吧？你怀疑这一套理论的，你想一想，上世纪80年代斯里兰卡是不是这样子？就是70年代吧，谁会相信啊？对不对？麦克歇脚，麦克，哎，对呀、啊，压不住，对，就这意思，压不住了，对，因为社会到那个地步了，他压没有用了。你知道吧？他是依靠这个，说白了，他都是依靠金字塔底层的人去维持的嘛。底层没有了嘛，你怎么维持啊？底层没他，你还没看明白这个结构，他是靠底层来维持这一套的，对不对？底层没了，怎么维持啊？他只能依赖中层，对吧？这个金字塔中部人最多，那你要依赖这些人，那这些人必然就会导致一个开放的，对吧？像美国一样的这种，甚至对啊，他超过美国呢。我跟你说吧，他超过美国，发展才是硬道，没错，发展才是硬道理。先一定要就是坚持。不懈的一条道路走下去，就要富起来，这是必须的。然后让汉马兰的粉丝啊，对吧？要让他们也得富起来。汉马兰以后再忽悠没多少人，对不对？那就说明这个社会就完成了一个变革，水到渠成啊，不需要流血啊，没有什么要流血的，因为大家都成了中产嘛。你中产的思维方式就不一样了，你知道吧？不需要反抗，对吧？你不需要流血。印度啊，谢谢如阳光啊，如流血那不又成了那个历史周期率了吗？那又是人口少1/3，少一半。对不对？然后又那不就那你说我流了这么多血拿到了政权，我他妈能给你什么还换吗？对吧？3000万人头换来的。一个人说我3句话不离司马老师，我就把他拉黑了，问我跟司马老师有什么仇。没啥仇，现在抖音上面拉黑，对不对？看看不顺眼的就给他拉黑了。家头反美吗？家头反美先锋，他把房子买在美国，儿子在美国学钢琴，是不是？他是忽悠，对吧？他是骗钱，他反美，他是骗傻子，知道吧？财政拿的太多，其实收益边际化，没错，这些都是里面的，就是这些都是技术问题啊，这不是底层逻辑问题，你知道吧？我们讨论是底层逻辑问题，技术问题那是万善，对吧？又是细枝末节，那是另外一回事了，你知道吧？对吧？咱们讨论是底层逻辑啊，如果认可这个底层逻辑才能解决问题啊，否则的话你说怎么弄啊？怎么弄？来再来一个轮回？哎，你这个理解能力一般吧，一般。你这个理解能什么写一大堆，对你们平民百姓来讲，什么可能最坏的时代，对是最好的时代？哎呀，你这个人云亦云没什么意思啊，对吧？印度的问题就是你这样人云亦云的人太多啊，缺乏独立思考的太多。
印度现在一年1000多万大学生，对不对？这个不就是人口结构也在变，在改变嘛，文化素质都在变嘛，对不对？这是第一个，这现在差的就是人均收入，对吧？这个怎么样让这个中产，对吧？让中间的这部分人多起来？你看看那个政府报告里面都有，无非就是路径，就是大家觉得，哎，你这个路径达不到吧，对不对啊？你这么狂投资啊，这投资也没效益，全浪费了。但人家觉得不是啊，人家觉得应该可以，中产多不起来，那就现在就是。想办法发展经济啊，那你说怎么办？多不起来，那就是开枪是吧？那就是印度再搞一次革命，完了这个从零再开始，这路都走过了嘛，对不对？走过了印度啊，走过了，走成现在这样，西方不带我们玩，西方不带斯里兰卡玩吗？西方不带斯里兰卡玩吗？啊，所以这个都是脑子不行，没悟性的，知道吧？就知道抱怨，知道吧？你是心里阴暗的很，知道吧？西方不带斯里兰卡玩了吗？对呀、啊，你没有悟性，就是那个心里阴暗，一天到晚就人云亦云，那就没必要看这个节目，知道吧？看了也挺费劲的，你们而且看了没意义，你知道吧？主要是耽误时间、浪费时间，没有意义。也不如看点简单的，对吧？喊口号的，对不对？喊口号的容易接受。哇，今天1400人了，呵呵，可以啊！看一次这个推广，这个新进来的这个点点关注啊，新来的点点关注。哎，抖音也可以嘛？抖音有将近400、300多人哦，这广子也可以啊。我今天说这个听的人多啊，对吧？我觉得我说的是我个人观点，大家悟一悟，对不对？我讲的是底层逻辑，就是这样，这符合人性嘛？我们要一定要搞清楚这个叫底层。你底层搞不清楚，你建立在底层上面所有的东西都是虚假的，没有用的，虚妄的，对吧？你得把底层搞明白，我们往哪儿去？对对对，所以我坚持我对吧？我不会移民的，我为什么移民？除非他不让我这待，那我没办法，对不对？我这活不下去，不让我这待，否则我不会移民的。我为什么移啊？